哎，亲爱的，你眼睛上有个脏东西啊？啊，哪里呀、啊？赶紧摸下来。嗯。哎。这么大点脏东西，你怎么弄眼睛上的？我真以为那个是脏东西，你知道吗？等一下，小西啊，你干嘛把指甲油涂嘴唇上？指甲油？哇，这个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哦。就是普通的炸鸡块啊，那味道怎么样？还行啊，要是再来柠檬汁就更好了，很一般啊，做的。那我就先回去啦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先闭上眼睛。我给你准备的一个小礼物。什么呀？无敌还是挺浪漫的嘛。噔噔噔噔。刚才看你吃那么少，我买了块肉，回家自己炖了补一补。你气死我了！我还以为你挺浪漫的呢。哼。不，想我不够浪漫。小西，小西，小西。Huh?